大家好，我是松仔。淘汰赛第四战 ，GenG 对战 CU， 这一卦算 GenG 此战吉凶。我们开始吧。卦三，屯。欲解此卦，需以初九为主，六二为辅。初九，盘桓，利居身，利见侯。意思是初九，万事开头难，在初创时期困难特别大，难免徘徊不前。但只要能守正不阿，仍然可建功立业。象曰。虽盘桓，志行正义，以贵下贱，大德民也。意思是，象辞说，虽然徘徊不前，但志向和行为纯正，只要能下定决心，深入基层，仍然会大德民心的。六二，屯如战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昏垢，女子真不自，十年后才生育。意思是，六二，坎坷难于行进，骑在马上盘旋前进。不是贼寇，而是来求婚的人。女子坚守正道不出嫁，十年后才出嫁。象曰：六二之难，盛刚也；十年乃自反常也。意思是，象辞说，六二爻之所以出现困难，是由于阳刚一方所造成的。婚后十年才生育，是很反常的现象。根据卦象来看 ，GenG 此战前期困难很大，但只要能坚持到后期，仍有转机。利于选择女性后期英雄，希望 GenG 与 C9 可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三连关注，发家致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